大家好啊，今天来看一位日本天才音乐人米津玄师，他是91年3月10号，还比较年轻啊。他的命格初看一下非常的一般，或者说是比较差的那种，因为己土生在卯月卯日，又是七杀，又是病地啊，这种呢自作病地的，天生就有就可能某方面要欠缺点，或者是不太好的。看日本命理师，他们讲的非常的简单，就那么几句话啊，就没了啊。好吧，反正以我的这个观点来看吧，他是说患有这个高功能自闭症、马方综合症，这个具体这个什么症状呢？我不懂啊。但是自闭症应该就是与外界交流啊，或者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些，就是别人流畅的交流啊，会难，就是比较困难吧。可能一般的人普通人就感觉到很。没什么啊，就是少说点话嘛，不是的，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与他人交际啊，不只是说与这个一般的人，就是和家人，他都是有这种情形的啊，因为也接触过这样的人嘛。但是非常有才华，他是之前非自然死亡吧，记得在18年，他那个主题曲就是他制作的，听一下。确实，虽然听不懂我也听不懂，但是感觉这个旋律也非常好听啊。以命理来解释吧，看一下他事业的发展以及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吧。我估计，很多类似于不是说他是音乐人嘛，就是说和他类似于这种，这什么自闭症也好，或者什么症也好，应该比较多的。这样的人呢，从命理来看的话，他这个走向其实运势不好的，并不好。啊，那别人说的不会啊，他很有名啊，你看这成为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应援曲制作人，而且什么销量非常的好啊，应该是很有才华，又有这个收益很好，确实在别人看来感觉到哇，非常的优秀啊，虽然可能有点小问题，但是掩盖不住他的光芒。这句话呢是对的，但是在有些时候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，他自己会认为非常的差的啊，因为是七杀嘛，有些时候就这种。就算没有这个什么自闭症，那也会有一种忧患意识，忧患得患失的，疑神疑鬼的，总感觉到别人也会对他怎么样的啊？这就是，为什么？因为自作七杀，七杀就是一把刀的意思，你就坐在刀上，或者说坐在老虎身上，老虎随时都会咬你一口啊，那当然是患得患失了，肯定会很瘦的。这样的人一般来说不胖的，也确实啊，看那就这边嘛，右边这位啊。应该是比较瘦的这样的，不可能胖的嘛。那患得患失这种，睡觉睡眠质量都会比较差的，你不可能说比较胖的啊，这是相对的。好，回归到这个命格本身啊，以事业来讲的话，他是制作这个七杀也是病地，当然他也算是将星了啊，将星代表所以这种说一不二了啊，这种个性比较强。说干就干，说做就做啊！现在走的戊子运好不好呢？确实在18年会更好一些。为什么？18年是戊戌年嘛，把这个卯戌合化成火了。当然，化不化的成功另讲，但是它是把这个七杀化为一种动力了，偏弱的嘛。不管它是哪个时辰，它都是偏弱的。那么走土运会好一些，18年确实可以。19年怎么样呢？19年亥卯未，制作财地。代表说这个收益啊，收获比较大。19年也还好，但是以他个人来讲的话，18年会更好一些。19年的话，亥卯未三合木，这七杀很重，那代表他的这个当然已经发生过了，就是那种收获吧，或者说比如说经济上啊会更好一些。也确实在19年吧，18年一几年吧，应该是担任了这个。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应援曲，这也是一种提升啊，另一种的提升，这是好的一面。那今年呢？过去的已经发生了，就不来多说了。那么今年庚子年，好不利的，为什么？子卯和这是本身就是一种三刑的状态，子卯刑，天干又是这个伤官，这个状态来讲就不利的。当然，我估计这个不好的一面也不会讲，
这边也是啊，这个就不太好了。这种不利的话，多数是在内心，或者说有些时候，如果说生活的平稳一些，那还好。我说的不好，指的是可能，还会容易生这病啊，会更加严重一点。在今年啊，这么种相，一直以来的财运嘛，走财破印啊，这个走财运走财地的话。那相对来说本身就偏弱，再走财地的话，那种，学习啊、学历啊，肯定就不算高了嘛。啊，他是高中毕业，这个专门学校四业啊，美术专门学校，专门学校就相当于中国的这个，专科啊，或者说这个应该是专科一类的吧啊，四业就是相当于四业就是中途退学了吧啊。肯定是不利的啊，这没关系啊。虽然说学习不代表一切，就有的就是读到博士又怎么样呢？啊，才华还是照样的，才华是天赋啊，天赋是上天赋予的，啊，照样掩盖不住他的光芒啊。只是说他的这个财地嘛，肯定所以由此可见嘛，财破印嘛，对他的这个理想，他的这种不是很好。就是在此之前吧，学习方面就算了吧，啊，那事业呢，照样。啊，影响不大啊，事业照样还是很好的。看一下他的，刚才还没看介绍啊。13年开始加入环球唱片啊，反正出道啊。当然了，他在此之前呢，肯定是在这个音乐网站上，反正就发吧，啊，自己发，哎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17年来了啊，17年丁酉年啊，丁酉年的话是把这个卯木冲走，所以卯木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忌神，把它冲走就好了。那么今年这个子水啊，按理说是好的，因为子卯穿嘛，把这个卯木就受伤了。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刑的状态，就状态不利，内心的话也是不安的。25年呢，25年进入丁亥运，哎呦，25年还可以啊，上5年没问题，下5年，三合木局，它这个七杀太重了，我估计够麻烦啊，问题够多。不过在此之前呢，就有些时候啊。就像打篮球一样的高光时刻嘛，比较短暂一些嘛。你指望他非常的顺畅，非常的是顺利的。你说找另一半的话，然后呢，这个平稳的结婚这种，哎呀，比较难啊。他这个也是如此啊，这个四神不看的话，又是忌作七杀啊，夫妻宫又七杀，那婚姻总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事啊，这种像。